这件衣服好好看哦，这件比较好看啊。折扣下杀，让不少女生一看到特卖会就疯狂。不过该怎么挑怎么选，可是有诀窍。如果看到还不错，就一样就先放到篮子里面，对，再慢慢看。每个周末一定结伴冲两场以上特卖会的 Milly 跟小文，可以说是特卖会抢购达人。不仅要加入各大特卖会社团，手机里随时掌握各项特卖会资讯。一到现场，琳琅满目的衣服、花车，眼花缭乱吗？小文说，可以先锁定人形 model 跟 T 字架上的衣服，通常品质比较好、搭配性也高的万年款。还有从大衣跟长裤这种高单价的下手，才可以省很大。单价都比较高一点，那如果说打完折下来，大概省了大概快1000块左右。联名款补货喽！还有一到现场就要先问店员补货时间，才能够在新款上架时第一手先抢货。特卖会的第一天，达人们会先趁着货源最齐全来看货，最后一天则是折扣杀最多，绝对要来抢。像我就会先上网做一些功课，然后我就会挑新款的商品。不过如果是鞋子的特卖会，每一季变化大，米里会先上品牌网站做功课，到现场绝对要挑当季为主才划算。不过像是打出海关充公或是捡标品噱头的特卖会，可别见到了名牌 logo 就昏头，因为可未必是真货。除了做功课，还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，才可以真的捡到便宜。记者连线刘亮亨台北采访报道。